看到我吗？结婚，他来了。明轩阳，醒一醒，我们快到了。你好，你好，教授。我是海洋生命基因库负责人 Jessica Jones。哦，鄙人秦启光是这个海洋馆以及这片海域的投资人，您能受邀过来，真的是非常感谢。
两位都是第一次来到我乐园，那不如我们先参观一下怎么样？嗯，两位这边请。请。好。这里的水跟天然海洋没有什么差别，所以不会让鲨鱼宝宝们感到一丝的背井离乡。你怎么知道他们喜欢待在这里？怎么能保证游客的安全呢？安全问题是完全不用担心的，这里的水上跟水下都是用专门定制的钛合金围栏包裹着，就像监狱。不，军事基地，更确切的说是充满活力的海洋生命基因库。请。地下部分建在48米深的海底，双向可视玻璃让海洋生物可以愉快地和游客交流。这里分三层，地下一层是水族箱上层的工作平台，我们正穿过的观光通道在第二层，最下层是中控室、实验室以及设备间。这里低于海平面，又与海水直接连通。是的。那怎么保证海水不会倒灌进来？整个乐园的水系统结构是非常可靠的，控制室之下还有一层减压舱，就像潜水艇，所以你所描述的意外是绝对不会发生的。不考虑任何意外的可靠，那绝对不是可靠。请看，每一个独立的水族箱旁边都有一个操控平台，工作人员可以利用功能直接控制区域的水温、氧气以及光线，并且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直接向中控室报警，这样发生意外的区域就可以从整个水系统中切断了。啊，就像这样。Green frozen protein， 从维多利亚多管发光水母中分离的蛋白质。将它导入在其他物种上的基因工程。多么伟大！是不是，明博士？鱼可能并不喜欢这样。哎，子非鱼，安知鱼之乐呀？哼，我只看到人在乐。这边请。这里展示的是乐园中最珍贵的物种——大白鲨，也叫食人鲨。现在已濒临灭绝，但我只看到一条。教授，你忘了我们发达的水下交通了吗？他们平时分别住在室外驯养池，需要和游客见面的时候才会进来。按照他们的脾气，同类之间也不是很友好。那这样的大白鲨，你们乐园总共有几条？6年前秦总从大西洋深处运来的时候只有3条，如今我们已经成功繁殖出2条第二代大白鲨。嗯，对付鲨鱼很有一套。哼，对男人更是。请。哦，差不多到了晚饭时间了，走，我们吃个便饭。秦先生，我向您说明一下我们的采养工作，麻烦您配合。秦总，菜齐了。教授，
这些都是就地取材，非常的新鲜。来，快尝一下。我先去趟卫生间洗洗手。我有这么可怕吗？这是男洗手间。既然是男洗手间，那你怕什么？我用完了，你随意。哎，干嘛？当科学家那么多年，是不是把你的感情都耗光了？我一直在找你。认错人了，我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个明旭。哎，你不用听秦启鹏的话，他就是个混蛋。那你还帮他做事？以前的混蛋。哎，明旭阳，你不要这个了。他是你对我们有误解，我们是公益组织，不接受任何的商业雇佣。况且，您这个要求，我……教授，把水母荧光蛋白基因转入到其他海洋鱼类，为水族馆增加了上万的客流。是不，明博士？我错过什么了？没有，最大的龙虾还没上。是你的，一定会摆在你面前。哦，对了，晚餐过后一定要参观一下我的实验室。好。这是乐园的最底层，这里的设计严格参照海下作业建筑，是独立的密封结构。两位这边请。只有研究人员通过扫描和秦总的血液分析才可进入。秦总，我们是收集海洋生物基因来的，不接受商业雇佣。你看啊，两位来的日子不巧，这风急浪大的，你们也没什么地方可去，不如先去我的实验室看看。不瞒你说，我这儿也有一位生物研究员，特别崇拜像你们这样的业界精英。请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欢迎欢迎！我一直在拜读您的文章。我参考您的文章，用病毒载体植入了实验对象的体内，可是脱靶几率很高。应该是从来就没成功过。秦总的说话非常直，我严格按文章做了，但是不知道什么步骤出现问题。
我可以看一下吗？那你们改变基因的目的是什么？因为实验对象的生育速度非常缓慢，所以我们改变了它有关生育的基因。那你们的实验对象是什么？我们驯养员听到了，请回复。驯养员听到了，请回复。把三号实验动物放过来。我说你们就不考虑食人鲨也到了吃饭的点了吗？当初建这个围栏的时候，是不是就没有考虑过涨潮的高度？先别管那些了，先帮忙把三号动物放进实验室。小心！又欠我一次啊！吓死我了！这么好的机会，我要是掉下去了，你把我救上来，我就是你的了。可惜我已经名花有主了，之前救我的人啊回来了。谁？米旭阳。嗯，米旭阳回来了。哎，动物，所以我们正在想方设法地保护它。保护？它暴躁成这样。Dr. Jones， 请你相信，我们正在竭尽全力地为保护动物做贡献。大白鲨是卵胎生，它的妊娠期需要12个月，生育速度极其缓慢，所以它的种群数量一直无法恢复。教授，你想想看。如果这个实验成功了，我们将大白鲨从濒危的物种中解救出来。哎，这能给你的海洋生物基因库带来更大的社会声誉。嗯，这是我们实验的全程记录，你看看。为了增加大白鲨的种群数目，我们用繁殖能力极强的赤眼鳟的一段基因植入它的基因。那载体总共注射了多少次？26次。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去年6月。始终没有表达出你们想要的性状吗？我们几乎是每个月为它进行一次基因测序，但是一直没有什么进展。宁博士，有什么高见？我只是教授的助手。哼，在这儿就别谦虚了。如果真的实验成功了，我是不会连个第二作者也不输给你的。我请人办事，自然要查清楚谁是真正有本事的人。你真的清楚我是谁吗？哎，怎么没有啊？实验室里。秦启华，你到底是不是我哥？海洋乐园引进3条食人鲨，去年繁殖了2条幼鲨。
我猜你们实验用的雌性食人鲨，去年六月之前应该进行过繁殖。哈，五月，分娩改变了它的激素水平，你们有考虑到吗？26次注射载体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们很有可能错误地定位了目标基因，编辑了不该编辑的地方，导致新的基因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性状。眼前的这条鲨鱼，它身上出现的任何改变我们都是无法估计的，你们有没有考虑到？明博士，我请你来是想从你那里得到有价值的建议。我能给你最有价值的建议，就是安乐死。你是在报他吻你一口的仇吗？我再说一遍，那条食人鲨根本不属于自然界。嗯，那又怎样？警告没有用的话，我就用我的方式。老板，搞定了。你的方式？只要那条腿还完好的长在你身上，你的什么方式和立场，他们都将会是一样的。米雪阳，哎，米雪阳，他的各项指标，阻止他！心率正常，血压正常。救命！目前看来一切正常，做得好。谢谢老板。你们都干了什么？命。你别激动，我们是借用你有效的病毒载体。新的技术是要共享的，这个实验要是成功了，一定会帮你署名。不需要。心率加快，血压85，53。还在升高，还在升高，好像越来越暴躁了。心率76每分钟，起效。好，恭喜您到特证，恭喜你，明博士。还愣着干什么？他撞碎这里之前，送到回水族箱。啊，对对对，其次说他饿了。3号实验动物送回加固水族箱，把加固水族箱通道打开。重复，把加固水族箱通道打开。好久不见。说你哥是个混蛋，知道吗？知道，早就知道了。哎，哎，米雪阳，你慢点。你怎么老跟着我？你要去哪儿啊？你别管我。9月23号。你还记得吗？记得，当然记得。你出事的那天，你一点音讯都没有，我一直在找你，我心里头也不好受。这是你欠我的。是我欠你的。
是我们所有人都欠你的。但是你也不能因为这个就回来报复啊！报复？是为了报复吗？啊！你的腿，看到了吗？我很好。我本来可以继续这样平静的生活下去，远离你们这些姓秦的，远离你们那些鲨鱼。喂，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？是你哥，是你哥让教授务必带我来的。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一切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是我在报复你，还是你在报复我？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一切，真的跟我没有关系。嗨，是我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是我先来的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刚才听到你们俩的对话了。我想说，对不起的人应该是我。如果当年是你先上岸的话，就不会发生那样的事了。我是个男人，先救你是天经地义的事。我没有性别歧视啊，我是说你已经很勇敢了，你是我见过最勇敢的女生。你才是呢，你是我见过最勇敢的男人。那我呢？以前是，以后也是。那就正式介绍一下吧，我叫齐幻。明旭阳，我叫启思。好巧啊，我刚好想把这个东西给一个叫明旭阳的。他已经是个残废，而且离开了游泳队，你还留着干嘛？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他在我心中都是个英雄。哎，我们能别在水里聊了，先上岸吧，上去再说。先把衣服弄干，走吧。你们什么啊？你们就是说让我送他回房间吗？我知道路，你走吧。走吧。水通到这儿来。真带劲儿，不愧是我的姑娘。我去，这是什么？血沙，能想象到吗？游客们会为他们尖叫沸腾，世界各地的人都会为乐园的一张门票抢破头啊。他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他会伤害他的同类的。哎，错了，他们更想和他交配。哎，耐心点，我们得喂饱我们这个姑娘。你们到底对三号做了什么？齐继光，我知道你要干什么，但是哥，这些年我们从自然那里得到的报应还少吗？这片海已经不是原来那片海了。你懂什么？这片海域的未来，这座城市的旅游业，区域未来的经济发展，你懂吗？就算你都不懂，你也应该知道
我做这些都是为了给像你这样无所事事的人提供工作机会。提供工作机会也不能靠展示怪物获得，你看看他就是个怪物。怪物？他是科学的奇迹，你叫他怪物？他就是怪物。我看你像怪物，胡说八道的一天。你们看看，他不是乱撞的，而是瞄准同一个点。他好像不太对劲儿啊！这非常危险，你还要喂他？他让喂的。怎么样？啊，拍一张。他都这样了，先别喂了吧。啊，教授，林博士。我们的照片能上头条啊。亲爱的，倒料吧。博士，把那两条也放进来。听到了。慢点，慢点，别让它窜到别的地方去。很少有人能看到鲨鱼交配的情景。嗯，教授，你说的对。不过从今天开始啊，这个小秘密可能会成为常态。秦总，你不能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。为什么不能？你不能剥夺他基本的权利啊！让他们停下来，不能这样。你有没有想清楚，这里到底是谁说了算呢？这不，哥，少废话。我创造奇迹的时候，废物只需要看着。啊，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美好的时刻吧。赤眼鲸的基因没有起作用。不，它起作用了。现在的它跟那两头大白鲨根本不是同一个物种。为什么会这样？
把他们分开，快！快把他们分开，守护！没看到他受伤了吗？现在办不到。你把中间那个板隔开，快点！那是普通的水族箱，没有加固。他受伤了，没看到他受伤了吗？快打开！怎么回事？出血量不对呀！等一下，他在自愈。我这腿上的载体药剂里，我导入了章鱼的自愈基因，他很快就能恢复。快把他弄回加固水族箱，快啊！别冲我嚷，除非你告诉我怎么弄。如果把他放进水通道呢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！水通道跟外面的驯养池是连着的，现在围栏根本拦不住他，这根本关不住他。打算怎么出去啊？这个时候，如果我在水族箱里，博士，去看看。别靠近水边！没事吧？滴滴停了，从这儿出去，快！用力，快！教授，你先走，走，下一个，来，上上上。走，没事。
雪阳，你走，你先走，别废话了，快，你走。来，站住！哥！哥！快，快把顶打开！原来我们在最下层，最下层上面已经淹了，我们只能去中控室，只有这一条路可以出去。八门，还愣着干嘛？好，你怎么了？我怎么会知道？他就在外头，他在追杀我们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排水，排水，排水呀，春西斗！你才意识到吗？这里的一切都蠢得不可救药。这是哪儿？实验室。下方开始瘫痪的，别告诉我，你的实验室和水族馆的排水系统是连接起来的。当初我怎么知道会有什么实验室？你。他就在外面。别烦我，他进不来呀。好了，你做了什么？打开乐园所有水通道，强制抽水。你是不是疯了？你做什么蠢决定之前，能不能告诉我一声？快把它停了！你是不是被吓傻了？忘了这里是谁的地盘了？你会把它放出去的。他刚才不是在外面吗？他不是在这一层，我开的是上层。安心。启动了就停不下了，不然的话，滞留在通道里的所有生物就完蛋了。他不在。哎，去哪儿了？等等等等，等等，你没有想过，他是特意逼我们来这里的，然后就是在等你。打开水通道，你被他耍了。你诋毁我也得有个限度吧，我养了他，说到底他不过是一条鱼。正是谢师傅亲戚光，他用苦肉计骗过你，上次他咬住了博士。是啊，他曾是头食人鲨，他现在呢？他嘴里有块肉，他卡住了水通道，却没有一口把他吞了。他甚至知道饵料里有爱托费。是你的真迹，你的真迹里到底是什么？是我的基因。
监视器。海底风暴，水族箱，他要逃了。这下你看清楚了吧？他准备从通道进入户外驯养池，然后趁着大海大潮逃出去了。我，有人听到吗？有人听到吗？哥，你们没事吧？闭嘴，听我说。雀鲨逃到了驯养池，去，死也要把他追回来，快去！他在哪儿？这些蠢货让他逃走了。你不蠢，你不废物，你下去。少废话。赤先生，这个事情我们已经闹出了人命，我觉得我们并不适合继续参与下去。哼，教授，凡事都有两面性，这意味着您的署名在最前面呢。这署名我宁可不要了。必须得要，我们的合影还在我手机上，这是今天的头条。你们，秦总，船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可以随时出发。好，走，我们一起去抓他。你说什么？食人杀成了这样，我们都有责任。哼，明旭阳，这才像句人话。你已经欠他一条腿了，我还了。好多钱呢！他要是再出了事，你拿什么还啊？是啊，我拿什么还呢？你看看乐园的固定资产还剩多少？只有拿回雪莎，才能挽回这些。哎，走！你也来添乱啊！在这里，没有人比我更熟悉鲨鱼。他已经不是鲨鱼了，你忘了吗？走吧。你们能不能理智一点啊？我去，这就是你找的船啊！抱歉，我只找到了这个。就他吧，好了。喂。还好当初装的定位系统还在，他跑不了。你确定？你什么意思？他的意思是说，你觉得万无一失的基本都不靠谱。给我闭嘴！你们是不把我放在眼里吗？啊？别忘了这片海域是谁的？是谁把游客、大把的钞票把你们这些废物带到这里来的？是你。你放心，我们不会忘的，是你把我们带过来的。是我，是我花大把的钱、精力、心血，投资这里之前，你们脚下还是一片死海。是我辛辛苦苦搞活了天海的旅游业，你们才有了工作，治好了你的腿，你们才有机会坐在这里和我作对。小心点，这能弄死一条鲸鱼。知道。开船。我是他，我也不会上来的。
爬不上来，爬不上来我们下去。你疯了，你这是让人去送死，这边没有人会去的。抓住他50万。成交。哎，让开。不行，别耽误赚钱。我就把你给扔下去。看到我吗，结婚，他来了。
来，没事吧？现在平复多了，金焕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他为了救你被勒住了。我没事。都怪我，我为了这条腿，不顾自然规则，弄出基因编辑的载体药剂。他才会变成这样。我也有错。你知道我为什么在乐园待那么多年吗？为什么？我坐过牢，偷窃，但我想，我们应该不会一辈子都这样错下去的。他不动了，他不动了，你打中他了。走，我们去追他。不行，我们先送 Dr. Jones 去医院。这里我说了算。哥，我来过这儿，这下面全是暗礁，鲨鱼不可能来这儿的。定位系统显示它就在前头，不可能。去看看。我去。没关系的，放心。我跟你一起去。他去我也去。哎呀，你们别闹了。船坐不下的，你们争什么？快点！磨磨蹭蹭的。在那边，往那边去了。他离你们很近，小心点，一定要活捉他。看图。Jones， 喝点茶吧。他们还没消息。你放心，台风过去之后，一切都会好的。你还相信他吗？他这么野蛮地利用这一切，
乃至他所有不能掌控的高科技的方法，这样还能取得成功？那你还这么拼？你结婚了吗？我之前看过你的材料，很抱歉。没关系。是的，我们分开了。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矛盾，只是对彼此失望。他身上有很多我不能接受的东西。其实对于我这样一个普通人来说，感情有时候比科学更复杂，也更让人难以自拔。秦总身上确实有太多的地方让人不能接受，真的是特别不能接受。但是无论如何，这些都抵消不了他对我的吸引。那我想我明白了，就像我在离婚后想尽办法也要做出一番事业，都是给他看的。他到底在哪儿？他在哪儿？枪给我！我们被耍了！要是早点杀他，
就不会死那么多人了。这怎么能怪你？都是亲。我哥死了，我哥死了。齐思，你振作一点。哥，哥。等他就死，等他就死。你先坐好。腿怎么样？再提不起徐注射的话，再沈君肯定不会稳定表达，你会觉得。这是我犯的错，如果上天能让我纠正的话，这才是最好的结果。好啊，我们犯下的错误，我拜托你亲手成全他吧。还有余枪吗？没了。好吧。齐思。
着吗？是的。